大家哦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国际巨星有没有来到现场？其实真的也是巨星呢，因为现在在电视上常常看得到你呢。我们要低调，我们要低调，我们绝对不会说是那个年代电视台第38台，对，黄国伦主持的，没有，没有那个金曲传奇啊，不，我们绝对不会说是那个节目才看得到我。